在已经双方来到了八分的差距，在刚刚的宋宇轩罚球之后，现在呢他又是现在看到是陈立焕的左手挑进两，创造出一个外线的空档，但却没有把握。来了这个反快攻是工程师 N1 哦，快攻的机会，陈立焕前面已经没有人了，单手上篮。哇，这个球梦想家很伤啊。宋宇轩交过来这一边，陈立焕底角的出手又有了，陈立焕是连中两元，不太好，还是回到了陈立焕的手上，三分球，哇哦，一三一的布阵，吴岱豪在和，哇，帕克老师，对，没有想到吴岱豪这一球的追防这么快速，结果这边，哇，工程师在这个阶段